经在吃饼干了，那代表要吃饱了。今天妈妈请客，爸爸没有钱。等一下，你就直接走出去。那梁明开学都要缴学费啊，学费多少钱呢、啊？7000啊。阿哥直排轮的已经缴了。对，车费啊。哦，哥老姐7000，啊，但你要一万那7000都够无语啊。哦。哎呀，那真的10000块好像就没什么东西，哎呀，两三下就没了。这一只手机可以算是投报率最高的。二叶，你吃完了、哦，那我们请妈妈请客吧。谢谢妈妈请客。对呀。